Vaishnava de Kulu Sanju, Om Shri Vishnu Pad, Shri Shima, Bhaktivedanta, Bhama Goswami Maharaj de Haju, Zina, Chimbe de Pad, Vaishnava, Shah, Narana Bhag, Goswami Maharaj de Haju, Ziva Chimbe de Pad. Shri Sanyasi, So, 请接受我的顶拜，所有的奉献者，所有区域的奉献者，所有尊敬的万事那瓦，所有的母亲们，所有姐妹们，所有兄弟们，所有的客人们，请接受我的顶拜。 今天像每年一样，像往年一样，今天是一个散心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呢，一次，一方面我们很幸运，像每年一样，开始我们的巴扎曼德拉巴拉克拉玛。今天，所有的萨尼亚西，我们整个团队啊，桑嘎的所有奉献者，你们所有人基本上啊全部到场。去年在卡蒂卡的月朝拜之后，古殿在戈瓦丹，他在麦克风中跟大家说，所有人啊，他说我到处呢，中游，所以呢，出版了很多书籍，很多经典，给了你们。我讲了很多，我讲了很多话，我已经中游了整个世界，他用英文说，因此我请求所有的儿子们，所有的女儿们，每个人呢。请参加呢，巴扎曼德拉帕里克拉玛，还有纳瓦达维达帕里克拉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古德也讲到，每个人追随我的训示吧，我等待着你们每个人。古德这样讲。Gurudev, always present, 总是临在 and always blessing us, 也总是祝福我们。We know, Gurudev, 我们也知道 Gurudev 呢 but,We are very, Gurudev is very here, and always blessing us. Today,
今天呢，Śrīla Bhakti Pragyan， 圣 Bhakti Pragyan， 给师父上面马拉吉，我们的 Param Gurudev 啊，师公。Śrīla Bhakti Pragyan， 给师父上面马拉吉，उन की भी तिरु भक्ति थी。啊，今天是他的年纪日。जो आज के दिन में， 在这一天。从风爱的这个领域，在他萨达那完美之后，他进入他的小时光，神的小时光，你得力了永恒的小时光。另一方面呢，成为了拉迪卡，他成为马普的动友，品尝的被巴兰巴。分离的心绪，我们的 Śrīla Gurudev 也是一样。圣 Bhaktivedanta， Vamana Goswami Maharaj， 他也在永恒的阿当。所以，我们所有人。他也投出了恩赐的鄙视。今天是卡提格月的第一天。Śrī Krishna， 在这天我们在一起，在拉萨斯塔里，在小时光地地方。一方面是 Imtitala， 另外是另外一边呢是 Singalabhart。那么数以百万计的牟尼姑娘在一起，与 Krishna 一起，在那比巴兰巴拉斯，在与 Krishna 的啊与在分离情感中，他们唱出了牟尼姑娘之歌 Gopi Git。他们被呢这什么的白马所控制。牵着他们的手进行这个呢，拉萨之舞。可是卡维拉吉贡维沙米帕描述的，在亚穆纳河边。在亚穆纳河边，其他的愿望，它显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在拉萨之舞举行的地点，巴格瓦是与 Krishna， 是拉萨的化身，他在品尝辛格拉斯爱的情怀，他给出 Prema 的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在 Gopinath Bhavan，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庙名字叫 Gopinath Bhavan。在Śrīla Gurudev指导下，我们享受着哈里卡塔的甘露，这是Gurudev给我们留下来的，也是他呢，在那许多讲课中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追随这一切。一次呢，今天记得 Gurudev 的恩赐，还有Radha Dama Da Miao的恩赐，我们Śrīla Gurudev Bhaktivedanta南南高上面马拉吉，还有呢，是了，把迪维丹的把我们的高上面马拉吉的花种
在呢，已经建好了，在拉达达摩达庙。过几分钟呢，我们在这里呢进行了普希邦加利之外，我们都受邀去呢亚摩那河去做三考巴，然后我们去拉达达摩达庙，然后呢我们呢来庆祝呢奥古鲁德的花种普希邦曼蒂阿萨玛蒂，因为我们加格纳帕布啊。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有这个愿望，他说尽快、做一些事情。他帮助了、这个呢花种普希帕萨玛蒂的建筑、现在感谢了他普希帕加格纳达斯帕布，这是我们国际关爱基金的、主席，这是呢我们这个团队的保护者和维系者，他、充满爱了做了这些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关爱国际基金的聚会、这些成员们也都在这里，以及呢所有的三娘子们。今天我们开始啊，达摩达这个事业，十点钟讲经，晚上时候有讲经。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里坐下来听。我先请求呢，维师那们来呢讲述一点点普希邦加利，然后呢我们才开始去呢。宣誓在七点钟呢吧，在七点钟，马达马拉去。我们孤立的。